日泛民主派議員咧係全體不參與今次嘅午宴咧，我認為就係失去咗一個溝通機會啦。因為作為橋梁議員咧，係需要咧係爭取機會咧係同政府官員溝通嘅。所以對於泛民主派全體缺席咧，我認為係失去咗溝通嘅機會啦，亦都係對於係作為橋梁咧係冇正面嘅係會達至。是會令到我們作為代議士做不好橋梁的角色。